啊，等下啊！嗯，咱俩变成啥？那你钱都没得借啊？有啊。一日日天的光，伊就起床啊哦。三无当作两无行，速速赶去菜市啊。赶老家归家吃饼，到底是为啥会？那都也免惊落电话，讲今天，今天要回家。头家，头家哦，头家要买一只，上是煮蛤蟆汤够干，恁囝伊输也当在拼哦，头家。头家哦，我上亲的贤老啊，白菜、高丽菜、藤丝啊菜，食伊食吧，嘛着菜价。我上无嘛买两碗，猪肠啊卤鸡脚，一定爱卤甲烂烂烂。麻油炒牛筋嘛，自细汉就食到大。菜脯能叫乌木嘞，煮米袂输啊阿多啊。哦妈妈。妈妈哦，你家这呢啊熬煮食，啊料啊内底无讲假话，好食就点点啊食。妈妈，妈妈哦，我食甲有够饱，恁哪人食安尼算啥？来妈妈，搁甲你添。一碗，妈妈妈妈哦，宝贝心肝呀，你是煮食第一名，妈妈真爱啊。上好食。